是不是？一个卷味的螺蛳粉，它这个是冲泡的，不用煮。我这个已经是泡过一回了，然后把水倒掉，再加一次开水。辣椒油，不能吃辣的要少放一点。它这个现在是有活动，日常价是160，然后现在周年庆135，送一包酸笋，这里面有6小包的，然后还有一包腐竹，然后还有一个虎皮鸡爪，这个要泡在里面，很好吃。虎皮鸡爪，
自己放个甜茶。就记得泡久一点更好。很好脱骨。喜欢吃浓一点的，汤就泡少一点。麻辣烫。